昨日，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已被警方拘捕。据悉，嫌犯张东升曾是一名少年宫代课老师，平日为人温和，备受家长好评，却因一己私欲残忍杀死多名受害者。具体案情，警方将在进一步调查后公布，本台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。
哎呀，我都不用看成绩单就知道洋洋又是第一名，没什么悬念嘛。朝阳今天生日，你可得好好夸夸他，吃完饭就带他买双新鞋子吧。还用你说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吗？朱朝阳，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。你害怕什么？我帮了你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。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家吗？妈妈管束你，爸爸抛弃你，你王瑶阿姨和妹妹还合伙欺负你，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，他们只会利用你，欺骗你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颜良和普普，你的好朋友。我曾经和你说过，相信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，你和我也不例外。你这样对老师说话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。那些瞧不起我的人，知道我秘密的人，已经都被我杀了，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们。你想见他们吗？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的人生全都被你们毁了，你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朝阳，你起来了。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，学习一样不能松懈，知道吗？现在你的同学们都在悄悄使劲呢，你可不能落了下风。假期到了，景区最近特别忙，妈妈不能天天在家陪你，你也要自觉，别光想着玩。好了，快去洗漱吧，妈给你准备好了早饭。朝阳，别磨蹭了，快去洗漱吧。朝阳，照顾好你是妈妈的责任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妈妈才会一辈子陪着你，对你好。朝阳，吃了饭再去学习吧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外面那些油条馅饼不健康，你想吃什么就和妈妈说，妈妈给你做。妈特地给你订的牛奶，快趁热喝，多喝牛奶长得高。朝阳，在家好好学习，妈得赶紧去上班了。终于睡醒了，别怕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影子，不会伤害你的。是的，不过我是最懂你的狐狸，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，我可一清二楚。比如你刚刚就在想看会电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怕妈妈发现了会生气。好吧好吧，你没有。不过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，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，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，对吧？你这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不像那个总是嫉妒你的女同学叶迟敏那样，就算熬夜学习也总是屈居你之后。对你来说，书本上那点知识太简单了，快乐是多么珍贵呀、啊！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并不多，按照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做吧。
欢迎收看早间新闻。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，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两位坠崖老人的遗骸。两位死者均为本市人，夫妻关系，本次出行由女婿张某趁休息带二老来六峰山游玩，未想到惨剧在眼前发生。洋洋，我给你买的礼物应该到了吧？你快看看喜不喜欢，是最新款的游戏机呀。你妈没给你，我就猜她会这样。爸爸偷偷告诉你，肯定锁在电视柜里了，你瞅瞅。那个锁早就坏了，你找个小卡子，敲两下就开了。洋洋，先不聊了，妈正忙着呢，又有电话打进来了。现在你该听谁的话呢？是听爸爸的去撬开柜子，还是听妈妈的回去乖乖学习，装作不知道有这个礼物呢？怎么会没关系呢？我是来帮你的呀，有了我，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。没错，我知道你的愿望，我知道你最想要的。你总是这么胆小，不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，难道你不想要快乐和自由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款游戏机吗？班里同学都有，你却从来没玩过。爱他，这是爸爸送的礼物，爸爸希望你能做个开心的孩子，与同学们有共同话题，有更多的朋友。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吧，去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。
妈妈每天上班这么辛苦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撬开柜子玩了一天游戏机，是不是你爸教你撬的锁？你是个学生，他教你这些东西是想害死你吗？你比赛得第一名的时候他来了吗？他来了吗？还不是妈妈请假陪着你？你学校的活动家长会他什么时候参加过？既然你这么不懂事儿，那就别怪妈妈。朝阳，你要知道，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，你也是妈妈的全部希望。好好听话，妈妈不怕你犯错，妈妈愿意陪着你，直到你做对了为止。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呐，呀，游戏机被妈妈摔坏了。要不是我，你根本都不敢撬开柜子拿到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让你总是不给我机会把话说完，我可以让你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，还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。朝阳，你怎么还待在房间里，在磨蹭什么？朝阳，你怎么才起来？饭都要凉了。我问你话呢，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晚？朝阳，身体不舒服就和妈妈说，不行我就请个假在家照顾你。游戏机已经坏了，今天就别光想着玩了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，别再让妈妈失望了，知道吗？回答我的话。这就对了，好儿子，饭放在桌子上了，洗漱完赶紧去吃。快点洗，洗完赶紧去吃饭。
你不是说班里同学都笑话你，你一直想长高吗？听话，赶紧喝了。朝阳，放了假，功课也别落下，记得按照妈妈安排的计划表去做，做事情要有条有理。不管你的事儿，你只管在家好好学习就行。好了，妈先去上班了。欢迎收看早间新闻。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。你的时间被循环了。是的，这次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？咱们今天想好好的玩一场，只要留出一点时间把作业完成就行了。这种事你不是早就得心应手了吗？你可真听话呀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光凭这样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一切的。好了，乖小孩，你去乖乖的学习吧，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的好戏。
comprehension. Directions. This section is designed to test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. You will hear a selection of recorded materials, and you must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accompany them.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section, Part A and Part B. Remember, while you are doing the test, you should first put down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let.朝阳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遇到那些事儿之后，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，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和流浪汉差不多。早上实在太饿了，就去加油站。朝阳，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？谢谢朝阳哥哥。喂，刘阿姨，我是月普，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？嗨，也没什么的，早上我们在加油站饿得不行了，就拿了他们两个面包，大不了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他们，还是等普普回来再吃吧。唉，普普的弟弟生病了，需要用很多钱做手术，我和普普为了筹钱就跑出来了。普普家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，父母都不在了，他在福利院里还总是被坏人欺负，我们过得都很辛苦。这事你可别跟普普提，每次我一说他准生气。朝阳，如果阿姨今天不回来的话，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晚？我们实在没地方能去了。要不让普普住一晚也行，他有哮喘病，这一路上好几次发病，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。颜良哥，你就别为难朝阳哥哥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朝阳哥，我永远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去六峰山的快乐时光。你放心，你的秘密我也会永远替你守住的。瞧瞧，这是谁来了？最好的朋友，你有朋友吗？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，对吧？你们各自都有秘密，不想任何人知道，毕竟人都是自私的。
真是这样吗？朝阳，妈妈回来了。学习一天累了吧？妈买了鱼回来，今晚给你做鱼吃。朱朝阳，你给我过来。桌子上这两个饮料杯是怎么回事？你让谁进来了？朱朝阳，你是不是又和那两个坏小孩一起玩了？什么朋友？他们害你害的还不够吗？朱朝阳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记性？两年了，两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肯听话？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养育你，可你的表现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朝阳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，但是我的耐心有限。如果你还是这么不懂事儿，那我只好陪你一直过这一天，一次不行，就100次，直到你做好为止。朝阳，你是好孩子，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儿子，妈妈是相信你的。朝阳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先去厕所洗漱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把妈妈当外人了是不是？妈妈知道你已经吃腻了烧麦，等过了今天，妈再给你做点别的吃。把牛奶喝光，妈妈自己都不舍得喝，别浪费了。朝阳，妈妈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？你换个角度多为妈妈想想，你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，对吧？你别怪妈妈，妈妈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。好孩子，妈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。我先去上班了，妈妈爱你，朝阳。我就说过，做一个乖孩子是没有用的。
看看你这一副可怜样儿。怎么，今天气得说不出话了？我知道你有多累，每天都在做违心的事，说违心的话，连做点喜欢的事都要小心翼翼的，一点不如意就会受到你妈妈的责罚。你甚至把自己催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乖小孩，以为迎合妈妈的期待就可以顺利地度过每一天，可你原本就不用去承受这一切。你就应该去追求你心里的渴望，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，不对吗？别可是了，你爸爸电话快打来了，去接他的电话吧。不过你真的能忍受每天都听着你爸和你说同样的话吗？你想不想修好爸爸送你的游戏机？这就对了，那可是你一直想要的礼物啊。让妈妈永远也发现不了不就行了吗？她不让你玩游戏机，你偷偷玩完之后放回原位。他不让你和坏小孩玩，等他们走了之后，你就抹去他们来过的痕迹。这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？当然了，你既成为了妈妈的乖小孩，又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简直两全其美。你是聪明的孩子，你早晚会想明白的。
陶阳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遇到那些事儿之后，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。没关系的，朝阳哥，我们总能找到地方住的。朝阳，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？谢谢朝阳哥哥。喂，刘阿姨，我是月普，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那次玩得可开心了，还得谢谢你从你爸爸那里拿来的相机。朝阳，你忘了吗？那可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。对，就在我们一起上小白船的时候，拍下了张东升杀人的经过。朝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自从少年宫那件事之后，你就总这样，上次还突然流鼻血。当然和我没关系了，我那天赶到的时候，你妹妹就已经浑身是血的躺在那里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三个人在校门口碰面，就赶紧走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弟弟怎么样了？他的病情恶化了，领养他的家人没有钱给他做手术，我很担心他。手术费需要多少钱？他们说还要30万，咱们再想想办法吧。朝阳哥，谢谢你招待我们，我们得走了。朝阳啊，朝阳，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？你说过，你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他们开了门。可是再来一次，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呀。
朝阳，今天你没给那些坏小孩开门吧？我们朝阳真棒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变回妈妈最引以为傲的好孩子。在家学习一天了，休息会儿吧，妈妈给你买了鱼，一会儿做鱼吃。2007年7月13日，晴。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完了。瞧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，让大人看到他们想看的就行了。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了吧？我一直沉睡在一个隐秘的角落，是你心里的声音把我唤醒了。你总是压抑自己，很久都没有开心过了，而我是来帮你的。只有听我的，按我说的做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快乐。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，最了解你的人。你会相信我的。现在好好享受新的一天吧。
朝阳，妈妈单位有点急事，得早点走。早饭给你做了清炒苦瓜，放在厨房了，洗漱完记得吃啊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再说了，夏天吃苦瓜对身体好，乖乖把早饭吃了，别让妈妈上班还要为你操心。今天天气不好，看样子是刮台风要下雨了，没什么事就别出门了啊。今年第七号台风右岭正在登陆我国。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，右岭有可能通过宁州登陆，穿过这州入海。从14号开始，未来几天将会为我市带来狂风暴雨，也请公众和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。爸爸给你买了新泳镜，怎么样？你今天有时间吗？